热狗，三秒内还可以吃。焦凡凡，你钓的是我手上这根吃一半的热狗，还是兰蔻小黑瓶呢？我钓的是那根热狗。哦，怎么会有你这种卤妹？要是谁都会选兰蔻小黑瓶啊。我还很年轻，应该不需要吧。你的皮肤这么粗糙又没光泽，你以为你还年轻吗？听我的话，趁周年庆把兰蔻小黑瓶带回家，你会感谢未来的你，就是我。哎，这里就是百货公司哎，难道咪咪要我去买小黑瓶？原来这就是兰蔻的小黑瓶。哇！天哪，我的皮肤真的变亮嘞！好嫩哦，我皮肤是豆皮吗？我居然找不到我的毛孔哎，擦上去好舒服，好保湿哦，最适合我们这种年轻少女第一瓶的专柜精华。天哪，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变得这么美。小黑瓶、小黑安瓶的特惠组，帮我包起来。还有75ml的大容量，让我用到下辈子吧。买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在看？你的第一瓶专柜精华就是小黑瓶，动作慢，周年庆就过喽，还不快来买？哇，实在赞了！